沈老师，沈凌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王老师，才来呀，久仰久仰久仰，哎呦，肉特别喜欢您的歌，是吗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季我是歌手啊，他们说签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门心思奔着您来的，超喜欢你。我是实话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也没什么目的啊，就是这届歌手呢，我就是要火，火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你火不火这件事情，跟你来不来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而跟我在不在这个节目有直接的关系。我问你啊，你像周晓鸥、张杰、阿令，火不火？火。他们的火跟他们个人努力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跟我有绝对的关系，因为我在。我明白了啊，但是那个石老师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看我今天这身衣服，超流行的。现在啊，撞色已经不流行了，现在流行的是撞季节，你知道吗？上身春天小粉嫩，中身夏季小清凉，脚这一节是秋季最潮的打扮，您还自带了冬季的小毛裤。多潮啊！我觉得我要火了，简直是。对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就是，我这明天录像了，我怎么还没看到我的伴舞啊？有，我们请的是国际级最顶尖的舞蹈团体来伴舞，好吧？好，在哪儿呢？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舞蹈团体，耶！哇，超有型的，赞呐！哇，你看，你看这基本功，你看，哎呦！哇，你看这身段，好啊，行行，哎，哥几个那个舞蹈都练了是吧？练了，就是咱们歌上说话呗。行，咱先磨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音乐老师，谢谢啊。停！怎么了，王老师？怎么了？哇！哎呦，这基本功，这基本功真好，嘿！就是哪儿不对呢？我觉得对，就是他们好像是有点太抢我的焦点了啊！这个离我太近了，不然离我远点儿是吧？啊！哐哐撞，我给撞飞了。哦，行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帮你跟他们沟通。好吧，好吧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刚才我跟王老师聊了一下，他主要想让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？别把自己当腕儿，知不知道？自己是跟王老师站在同一个舞台，贴在一块平面，才有机会在全国这么火的节目当中出现。没关系，王老师是觉得你们什么都不是，你们就是一背景，一个可以被虚化模糊掉的背景，不要太抢戏 ，OK？ 我沟通清楚了，沟通清楚了。对，那个哥几个跳的特别好啊，真的啊，这一遍肯定是会稍微离我远一点就行。对，提升会有提升。那离王老师远一点，远点了，我注意位置就行。哎，音乐老师，谢谢。停！啊，怎么又停了呀？不是，他们刚才，嚯！你看这筋拉开了，就是不一样啊！行，别整那没用了啊！哎，起来，你们几个，哎，起来！怎么？干什么？刚才我看绿衣服这小子，
布都脱了还躲着我是吧？哎，你们太刻意了，干什么？你们是专业的吗？我告诉你，王老师，我们不要吃，不要喝，不要穿，给你当伴舞，你想怎么样？就是这节目红的是你，又不是我们，跟我们什么关系吗？哎，这样吧，啊，我们把那个跳舞的部分就去掉，直接伴唱得了。你觉得他们？跳的不 OK 是吗？不是、啊、非常 OK， 就是但是太抢了，好吧？就是你们到时候就是站这一列，好吧？然后就跟着节奏律动一下就行了，好吗？行行啊，那大家注意啊，现在不要舞蹈了，好吧？哎，把那个声音的优势拿出来，但是不许抢戏，好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辛苦各位。行啊，哎，沈老师，再来一遍，行吗？我还能火吗？那绝对，哇，在这儿呢。那一句老师再来一遍。王老师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抛弃掉这个舞蹈的元素啊？对对对，就伴唱就行了。好吧，来吧来吧，哎，放弃点，兄弟们，放弃点。好嘞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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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So pretty, I'm too hot.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, I'm too hot.